有很多時候很多人叫做定性 Rodan 或者是一些很好的一些讚賞的說話，就是覺得我們很正能量樂隊。那我們四位就很覺得這個字有啲多廉價，主辦開會都話啊，會唔會入嚟招人入嚟就係得到正能量咁樣？即係呢啲直情係變成口號，我哋就過唔到自己的關，大佬，真係過唔到，即係覺得其實世界係咁樣，我哋要面對佢，甚至係要勇敢地面對佢。但係所以就我哋都好快就將呢一個想法，即係話入嚟就會獲取正能量呢一種想法，好快已經擱置咗，反而就諗出。所以大家會很快共鳴的，反而是我們真的會有些不可預計的散，不可預計的離散，但是我們會 make a wish， 即希望可以散後會有聚。如果終究要道別，撇脫點這活生生的例子，即我媽媽就去年離開了我，我們也經歷很多朋友，尤其我們這代人，三十尾四十頭開始會好似諗翻為自己下一代着想，去促成一個新嘅一個移民潮，尤其我哋呢一代。咁所以呢啲周遭嘅環境，正正就係讓我哋去點解會有散聚，點解會有吵？即係意大利文嘅 hi and bye， 但係西班牙文就係淨係 goodbye 嚟嘅。咁所以一定要強調係意大利文嘅 ciao。其實你見到嗰個 poster 已經，我哋又繼續呼應緊呢樣嘢。你見到有兩個所謂男主角喺人海裏邊，見到我哋大家都揮緊手。究竟佢哋係好耐冇見嘅朋友去？喂，好耐冇見啊！喂啊！阿邊個咁定還是喂遲啲再見阿邊個？其實都係嗰刻我又認咗，即係認識咗嗰瞬間，所以正正就係散同聚，對我哋四個嚟講，在我哋四個嚟講就係、是、都係好兩面咯。啲嘢我哋都想大家去即係叫做中性啲去睇呢刻嘅散，其實係準備迎接咧跟住嘅聚。如若可潇洒告别。當夜即係嗰三晚，可能會每晚都有幾千人嚟聽我哋分享我哋嘅故事，或者分享香港嘅故事。我覺得都呢下已經係足夠了。其實我諗經呢兩年，我諗一齊喺香港，即係喺條街度或者睇住電視畫面，即係大家一齊經歷過嘅，你都會有。唞唔到氣，有瞓唔著覺，有各樣各樣嘅情緒都喺裏邊㗎啦。咁但係嗰個事實或者個經驗就係話俾我哋聽，有啲嘢你唔可以成日都俾佢影響你情緒，因為你一定 move on 㗎嘛。或者我同阿陸金咁嘅，即係我哋今年嘅人生目標就係令到自己唔好咁大，即係。極之開心或者係極之唔開心咧，有咩事發生？咁平靜啲，鬆容啲，咁繼續喺自己嘅崗位度做自己想做嘅嘢咯。即係原來喺咁艱難嘅環境，大家都喺自己嘅崗位做緊自己繼續做緊嘢喎。即係好似我就係舉翻阿杜琪峰喺呢個《燈鏗槍説》嘅訪問，佢話其實你做就得噶啦，你係你做就得噶啦咁樣。咁我覺得係你咪做咪話俾人聽啊！你睇下佢都做啊，你睇下。即係有希望啦！你睇下佢又做喎，咁樣咁係咁咯。係啦，我哋唔會好始始作呢歌出嚟幫大家打氣，因為有時係要面對翻嗰個世界，自己能唔能夠喺呢、這個比較濕即係辛苦啲嘅境地，我哋自我打氣咧嚇。首先問咗個問題先，如果唔得嘅時候，我哋就用音樂同大家陪伴咯。好開心。是回到亞洲搞奧運，用這個題材切入點寫一隻歌，你說幾過癮呢？但後來就沒有了，那怎麼辦啊？變陣的歌做起了，於是就將個鏡頭一扭，即是由評述員，由那個電視機裡面的建議扭到我們身邊，其實我們幾個在座七位其實都是生命的建議。我們的比賽更加殘酷，由我們第一下呼吸到我們最後一下呼吸離世之前，其實我們都是自己的生命賽場跑緊。我有啲 touching 位係我媽媽就係啱啱完成咗嘅比賽啦，咁所以我將一個腫瘤一句嘢我直接寫咗佢歌詞裏邊，即包括我媽媽之外 ，Danny 陳木勝導演啦，又係男性友女，咁我自己好中意個黑人演員，黑豹嗰個演員又係
係係咯，好壯烈咁走。其實即係覺得人，即係主要喺佢嘅賽道上留出好嘅記錄咯，拼命咁去活咯。咁呢個就係健兒想講嘅精神。